大家好，几好一朝中午嚟嘅正得闲，仲日发嘅只视频，仲下一教水醒来有200几只评论嘅作品留言，我一般睇到都会回复嘅吓。咁就趁几得闲回复下大家嘅问题吓。有朋友讲我装黑榄过，冇戴手套，嗱呢系我自己埋落去噶，因为埋回来有啲湿，所以呢我就放去晒一晒。所以咁农村人就冇咁多讲究噶。平时我哋包叶啊，或者我哋高州最出名嘅靓水麻菜啊，都系用自己双手去整噶，冇入戴手套噶。如果系商业嗰只马桶系嘛，讲究卫生。仲有就系讲话耳音嘅问题，麻利佢系新耳嘅又好，南糖又好，荷花又好，双氏都好啊，大家听得明得嘅。我觉得茂名地区都系差唔多噶。大家记得茂名一家亲得嚟吓，仲有人讲咁好个老婆去树攞咯，你哋大家睇到嘅都系我嘅表面，其实我在我老公眼里也好多缺点噶。用我老公嘅话讲就系、是、人又懒，脾气又丑，以前咁靓，依家咁丑，丢在大家上得万人要。所以讲你望我好，我望你好。你嫌弃自己老婆的同时，你咪知自己老婆在自己眼里是一根醋，在人哋眼里是一块布。所以讲大家冇嫌弃的，好好珍惜身边人，有老婆都冇错的。只要咪癫个咪戆个，一只正常的女人帮你生儿育女，照顾家庭，咁识得去做工赚钱，咁想点子咯，相互包容。人生有几多只十年咯，大家讲系咪咯？